残忍的，这个这叫双向拉下水，后三位反正挺残忍的，你这个选不对，你等于三组危险区 fit 组合，请注意，第二次竞演排名第六的 fit 组合将在本轮留局，但在此之前还有一次可以改变排名的机会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。Hello。哦。好，来，我们舞台上的三位歌手，请听清楚，四组 solo 电音人可以对危险区的三位歌手从最末位开始发起终极 feat 邀请。我来拯救你们。那我选择，若歌手接受 solo 电音人的邀请。这位歌手的原搭档电音人将直接进入下一赛段，同时 solo 电音人的成绩也将成为歌手的最终成绩。那么总电量是，排名前两位的歌手与 solo 电音人组合将进入下一赛段，而排名末尾的歌手与 solo 电音人将一同留局。挺残忍的，这个这叫双向拉下水，后三位反正挺残忍的，你这个选不对，你等于相互之间感觉都在帮衬，但是最终呢把相互拉扯下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希望这个作品首先是能够被大家看到，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拯救，这个很重要，如果没人选我的话，那我就会淘汰了。接下来时间，目前排名第六位的 feat 组合是阿云嘎 feat Carta。那么，首先我们要有请歌手阿云嘎。哎呀，这挺残酷的，真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俩 Carta 制作的这个音乐，我们的表演，我觉得今天是99分啊，我们自己是非常满意的。即使这是我最后的一次舞台。我们也是全心全意的去打造一个非常好的舞台的节目，因为我太热爱这个舞台了，这个舞台是我的生命。如果没有这环节，我绝对掉头我就走了，但我走了，我对他不负责任，因为这么好的一个音乐制作人，那我希望这个节目是推广更多的电音制作人的节目，而不是推广我们这些歌手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为了他，我要选择里面的一位制作人。对。